是那个恩高张开口，张开口，不对着他张开口，你就释放圣灵的恩高能力，进入老细胞、老干、老组织、老神经，我奉耶稣打破你和历代祖先所有偶像面前的崇拜、契约、盟约、誓约，通灵交给你咒诅，我们耶稣要断开，释放耶稣基督赦罪的宝血、圣灵的大能和恩膏，穿透你的左右脑的脑髓体、老细胞、老干、老组织、老神经，打破那个蛇蝎的咒诅，打破那个哑巴的咒诅。用耶稣灵要断开，用耶稣灵打破我这个崇拜偶像，在偶像面誓约盟约，所有那个偶像崇拜的咒诅，用耶稣灵恩高能力进入脑垂体、脑细胞、脑干、脑组织、脑神经，用耶稣灵进入右脑细胞，爸，打破所有巫术、邪术、偶像的咒诅，用耶稣灵，电了吗？用耶稣。让他出来，离开，出来，离开，离开，从大脑神经上离开，舌头上离开，火烈火，火，圣灵的恩膏能力进入舌头，舌头伸出来，舌头伸出来，嘿，伸出来，舌头，舌头伸出来，从耶稣的圣灵的恩膏能力进入舌根，进入舌根。砍断舌头上蛇结的捆绑，咒诅锁链，断开，嘿，帮我出来，拔出锁链，断开舌头上的捆绑，咒诅锁链，断开在脑神经上所有原神经上的捆绑，咒诅的锁链，断开，圣灵恩膏能力穿透，帮我一起，出来离开，出来，张开口。张开口，出来，离开，出来，离开，看着我，一，我说一，你就说一，哈利路亚，二，哎呀，好。以前从来没有过，没有，多少年了？从小都是这样是吧？18岁，十八年了。就两三个，他就是被撒旦捆绑了18年。好，开始，我跟你说，立刻的，看着我啊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他单独捆绑。